然后在台北睡觉。懂意思吗？就坐那台去台北，然后就在台北过夜，隔一天回来再回。我是刚换列车的，那拜四呢？五月五号。不是，刚回来那样时间二十分，说白了是二十六次哦。树林发车，从北线高花莲的 DR2900型3辆编组加6辆编组的 DR3000型，共9辆编组的三辆啊，在瑞芳，瑞芳在秀丽东。然后六月有很多东西改改咯，我的大浣熊要回来了，就长得像平溪支线的那个柴田之墙啊。再比它更大一台呢，更大，然后代替561。所以你这样知道了吼，就是跟它长得一模一样的这一台啊。我终于北部回来了，好感动。